布下离车的是陈哥来了。以一字千金比武大会入围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的曾国成陈哥，是以汉字为主题，并且落实传递中华文字之美的益智竞赛节目。字字珠玑的比武过程紧张又刺激，也透过陈哥的妙语如珠，让节目画龙点睛、锦上添花，让节目增设许多。而且已经入围18次主持人奖的陈哥，拿过5座金钟奖杯，今天有没有机会以一字千金再下一城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Oh my god！陈哥来了！陈哥来了！陈哥来了！陈哥，成熟一点。请容许我这个局外人了解多一点，这两个人好像是某个节目的主持搭档。欢迎收看《一代女王》。太感人了，眼泪要流下来了。对对啊，而且说真的，陈哥昨天还爆雷，听说你们节目即将起死回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爆雷有没有那个节目就是有新闻报道啦。对啊，我们有新节目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我没有，口风比我的手头还要紧啊！哇，哎，这很多人都是第一天，你口风比手头还不紧啊？你手头一点都不紧啊！啊，陈哥呢被一字千金的节目组封为是超级刷题王，大家都很好奇哦，说在这个嘻嘻哈哈的外表之下，到底这个满腹诗书是怎么累积的？从大概我念小学开始，我就喜欢国语，到了国中之后呢，喜欢书法，到后来喜欢中文，那么多奇妙的一个变化啊！我对文字从小就有，这是你跟他的缘分嘛？那我们的文字那么多的变化，我就越来越研究，越来越有兴趣。所以一直以来，当然我又喜欢演戏，是很正常，就喜欢文字啦，对不对？陈哥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呢，我们那个豪平他很用心，他去庙里求签了。求签？他求了那个1到5号的签了，其中有一个是得金钟，要来祝你好运的。你现在就来猜猜看，来1到5号选一个，请选择。四季平安，事事如意，4号。确定吗？不换吗？确定吗？你真的确定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好啊，啊，不换了，不能换，不要换。好，那我们看看。哎呀！你少来！落差这么大，只有一个得金钟，其他都得痛风。对。哇！红毯还有这么诅咒人的？不像话吗？这个痛风小事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了，祝福陈哥得金钟，好不好？再下一城，不错哦，加油哦，很棒。好，谢谢陈哥，谢谢。啊，谢谢陈哥，谢谢。陈哥里面请。好，谢谢。啊，陈哥里面请。